家里的水槽边一定得放个这样的置物架。分类收纳厨房碟子、海绵、刀具、砧板，一下子解决厨房各类物品的收纳。配件可以卡放在不同位置，更方便你放置拿取物品。中间凹形设计，方便水龙头转动，平时清洗碗盘方便，洗完以后还能放上沥水。底部还有吸盘，放置物品安全稳固。